进解放军海军舟山某军港的码头，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有三座陈旧的小码头被一座宏大的现代化的码头环抱其中。这里驻扎的就是被誉为解放军海军种子部队的东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这支颇具传奇色彩的部队是解放军海军成立最早的战斗舰艇部队，曾经创造过包括314海战在内的七战七捷的辉煌战绩。就在四年前，支队舰艇主要使用的就是这三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造的小码头，最长的不到80米。几年前，支队最大的驱逐舰只有3000多吨，而现在最小的护卫舰也已经超过了4000吨。新舰密集入列，任务不断拓展。其中，支队最新入列的一艘导弹驱逐舰西安舰，这次就要担当重任，作为指挥舰与来自三大舰队的4艘主力舰船共同组成153舰艇编队，将横跨大半个太平洋，远赴夏威夷参加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多边联合军演。代表国家走出国门，传递中国身影，捍卫国家利益。跟着我，连接火炮，打击目标，动动两支兵。非常激动，非常兴奋，因为第一次和这么多国家进行近距离的一种军演，但是同时感觉也非常失落，因为又要出去那么久了，找男朋友的计划又落空了。夏威夷，我们除了完成演练，最想要的就是在射击比赛中拿一个第一回来。前期的训练，我们训练成绩已经接近完美。在主枪射击的时候，5到8米距离，我们的队员可以精确命中2公分的目标。又一次代表中国海军执行远洋任务，而且是和多国进行的大编队整体全过程的这种配合，确实是感觉到压力有，但是动力应该是更多一些。我是一名从军20年的老海军，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样重大的任务，因为我今年年底就要退出现役离开部队了，我真的特别的珍惜。我们家是三代海军，我外公作为第一代海军见证了海军的从零开始，
到了我父亲这一代，海军缓慢发展，也只能在近海。到了我这一代，才能叫真正意义上的海军，能够走出国门，到这么远的地方去执行任务。出航前，我父亲来看我，看到我们试挂最大号国旗的那一刹那，我能感到他的眼泪从内心深底往外迸发。这次军演时机敏感，形势特殊，举国关注，世界瞩目。作为编队指挥员，我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当好外交使者，展示好中国海军的形象。这次任务兵力组成非常复杂，50艘舰船来自3大舰队、4个支队，1200多名参演官兵来自大小100多个单位。要完成这么重大的军事外交任务，需要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这是真正的同舟共济。行不行啊？吃了。行啊行，我马上躺下去。我们到前甲板去看一下外面是什么情况哈，外面的风浪。哦，但是现在风浪太大了，整个这个出口是已经关闭了，现在风浪太大了。估计后甲板也是一样的情况。好，上楼到驾驶室去看一下，现在只有到驾驶室去看。甲板上已经非常大湿。今天出来，我们感觉的这个舰艇摇晃比较大，主要还是涌浪的影响，2天前新风槽过境造成的影响。遇到的风浪是挺大的，在洗碗的时候就是感觉晃得挺厉害，然后一下子就没忍住吐了。今年是19岁了，已经入伍是整一年了，上舰的话应该是8个月。前段时间出过一次任务，也挺晃的，但是这次就是一出来就那么晃，是我没想到的。然后就是，唉，今天不晕船，今天的风浪对我来说感觉还挺好的。当兵16年啊，有15年在舰艇上面生活，这个基本上没晕过船。唯一的一次是我们南下，就是执行完任务返航的时候过台湾海峡，当时是从舰首到舰尾基本上是整个都被海水洗过一遍。当我们靠了舟山港之后，发现很多钢板，老舰体的钢板都已经变形了，那个舰艇就像一个树叶一样的水面上飘，浪来了飘起来了，浪过了之后哗掉就是落下来了。当时就人在半空中飘，基本上就是在站位上一边直更一边呕吐，再直更再呕吐，吐到没有东西可吐了为止。其实我感觉当兵这么多年，经过大风浪的洗礼的话，可以锻炼一个人吧。作为一名军人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打倒我们的。我们吐其实也很正常，大家同志之间基本都知道，因为大家都有这么一个过程。我们所乘的这艘西安舰呢，是刚入列不久的一艘新舰，舰员中呢有部分新舰员刚刚上舰。晕船呢，对于绝大多数刚上舰的新舰员来说是一段必须的经历。克服晕船呢，既是一个人从适应到不适应的一个过程，更是我们年轻的舰员从接受摔倒到锤炼成钢的一个过程。正是这样的摔倒，使他们的意志日趋坚定，技能呢日趋成熟，
也使它们与舰艇的融合度日趋紧密，这也是成为合格海军的第一关。我身后圆弧形的凸起正面就是中华神盾舰的标志性装备相控阵雷达，它担负对空警戒任务，能够同时精确跟踪多个空中目标。事实上，一离开码头，西安舰以及整个编队就转入到全时警戒的状态，同时不间断地进行各个站位的实战化操演，而这种模式将一直贯穿历时两个多月的任务全过程。用解放军海军官兵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让每一滴燃油都燃烧出战斗力。打开反应灯，打开反应灯，反应灯一打开，工作正常。一般是日落以后打的反应，开灯之后一般就是发的灯会反射，再去不关的灯就把它关掉，有防止灯光外泄。从外面看我们这条舰艇的话，一般只能看到航行灯，其他灯都是看不见的。这航行灯呢，主要是为了这个大家在海上这个相互相遇的一些船只，有些航行逼迫需要，保证航行的安全。报告指挥官，灯火管制情况正常。好。那么在有些时候，如果特殊需要的话。你对舰艇提前要求特别高的话，有时候连航行灯都可以关掉的，完全绿灯航行。49:47.0秒。测了哪几个星啊？今天？今天测了天津四啊，天津四、星宿二、火星、阳光还有大角。测这个星有什么用啊？这个星的话，我们是利用三颗星来进行天文定位。我们15号空调机室，就这次我们如果出远海的话，空调是一大项，如果保证不好的话，舰员的生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无人舱室是我们每天夜查的重点，重点检查一下我们的装备的运行情况，尤其像这种重点的是空调机室，检查一下下面有没有漏着渗水。这个舱室里面下面。就有一定的积水，每天我们检查的一些问题都要拍成照片，在全舰屏幕上给大家放一下，让大家提醒大家注意改正。我们看一下苏联指挥植根情况。另外一架啊，现在我们担任编队的对空防御，我们现在的植根这状况，刚才问了一下。作战指挥官都是正常的。现在我们下去看一下我们的站位上的指挥情况。哎，老兄，几点下班啊？
12点。现在植耕情况怎么样？情况正常。哦，12点下耕，待会儿记得吃夜餐啊。好的。今天晚上夜餐可以。晚上，直到12点下耕的时候，都会跑去吃宵夜。我们一般12点和3点这两个时间段会提供宵夜，宵夜特别丰富，它有的时候有面条、有炒饭、饺子，还有年糕，等等。热死了。下个。下耕的人可以吃个宵夜，然后睡觉会比较舒服，然后上耕的人会起来吃个宵夜，然后植耕的时候会更有精神。好吃，面条好吃，棒棒哒，面条特别好吃。而且每次吃面条就喜欢拌着辣酱吃，拌辣酱能吃两大碗。那你先吃。关键我已经吃了一碗嘞，不奇怪，他们都习以为常了，因为我就是以这个大胃王著称的，号称鸡腿杀手嘛。我特别爱吃咱们传的炊事班做的鸡腿，班长们知道我喜欢吃鸡腿，然后就把他们的鸡腿都让给我吃，反正基本上每顿都能吃3个以上。今天晚上我的植耕时间是凌晨4点到早晨8点，在睡觉之前我都会定上闹钟，但是一般在闹钟没响之前我会都会自然醒。所以我一年大约有200多天在海上，所以也养成了这种习惯，感觉到要到那个点要三更了，它就自然醒了。这个时候的深夜，你所看到的正在航行的这艘舰艇，除了你看到的或者你想到的我们的航海、通信、动力等航行保障部位的人员在进行着24小时的植耕之外，它的对空、对潜、对海警戒等部位的人员也在保持着24小时的植耕。好了，向东四环，然后3.5节。这种全时全维的警戒对我们海军来说是一种常态化的做法，只有这种全时全维的警戒才能确保我们随时可以应对可能遭遇的各类问题，及时处置各种突发情况，确保舰艇自身的安全，同时让舰员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得到一种充分的训练，确保我们所肩负任务的顺利完成。在这次演习中，临检拿捕演练，它的这个实战背景是比较严酷的，这种危险出现的时机跟方向都是不可预知的，所以对单兵的这个反应也好，整个小组的默契程度也好，都是一种考验。停！王涛说了多少遍了，要慢而细致，太快有什么用呢？
好，说一遍。训练的时候要用脑袋想问题，不是光求快，听不清楚？听懂了。好，起立。狭小空间的战术，它根据环境的不同，最大的区别，第一个就是威胁的这个方向比较多，可能由平面然后转换为立体。第二个就是威胁比较突然，我们的反应时间比较短。整个小组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变形金刚，一个小队五个人十个人要像一个人一样做出一个合理的反应，就像变形金刚一样，整个小组作战的这个思维方式都要进行培养，由这个单维的变得是多维的，由其反应时间比较长的然后变成这个反应比较突然的，不但突然而且要精准，甚至是下意识的长时间，然后一种刺激，一刺激就会做出一种准确的反应。2016年6月16号下午，中国海军153舰艇编队经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从日本列岛、冲绳列岛往南，到台湾岛、吕宋岛、苏门答腊岛，再到马六甲海峡，是所谓的第一岛链。而宫古海峡是从东海出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的重要通道。曾经对于中国海军来说，宫古以东的西太平洋是陌生的，而近年来随着不断拓展的远海训练以及频繁的海外救援、环球航行和友好访问，高强度高密度的远海任务已成为中国海军主力舰船的日常态，而进出宫古海峡对于解放军海军而言已成为稀松平常。17列，航向154，航速5节。2016年6月18号，中国海军153舰艇编队在西太平洋关岛西北海域与美国海军斯托克戴尔号、劳伦斯号导弹驱逐舰会合。你们几个人去啊？8个，一共8个哈。对。中国海军数名作战军官乘小艇前往美国海军斯托克戴尔号驱逐舰召开航渡协调会，之后中美海军7艘舰船共同组成编队向夏威夷珍珠港航渡。由美国海军主导的环太军演开始于1971年，在上一届军演主题能力适应合作的基础上，这一届的军演主题定位为能力适应与伙伴。整个军演分为4个阶段，航渡集结、港岸训练、海上实际演练以及总结撤收。而从中美海军7艘舰船共同组成编队向夏威夷航渡，就开始了多个科目的演练以及多种形式的交流。从航渡集结到抵达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之后10余天的港岸训练，再到特困编队海上20多天的实际演练，这次的环太军演，中国海军将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参演各国海军进行长达1个半月的密切接触与互动。6月19号，中美海军舰艇编队展开战术机动演练。应美方邀请，这次的演练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西安舰指挥。All units in November. This is actually Alpha November. Execute to follow. Form 1. Cosine. Alpha. 9点，中美海军7艘舰船先组成单纵队，间距5列。此时编队模拟前方发现不明敌情，西安舰指挥编队各舰向2翼展开，快速调整为接敌人字队形，航速12节。9点50分，模拟发现空中威胁，西安舰迅速指挥编队收拢，转换为防空菱形队。This is X-ray Alpha November. Execute to follow. Form Diamond. Over. This is Sierra Tango Kilo. Roger. Break.
my unit will take the Diamond Station astern of Alpha Romeo Kilo. Over. 他在八六六后面。他说，在这个菱形队形中，他位于八六六后面。哎，怎么了？当编队准备组成菱形队的时候，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信号发出去以后，斯托克戴尔回复说明白，但是在后面又加了一句话，说他将要去占领和平方舟舰尾的正位，也就是说在我们整个菱形队的正中间。但是呢，根据训练方案，这个正位应该是高油虎号的正位，因为根据我们的这个理解呢，在编队受到防空威胁的时候，作为综合补给舰高油虎舰来说，它不具备防空能力，那么它应该位于编队的中心。其他具有防空能力的舰艇啊，我们俗称也叫战斗舰艇、驱护舰，应该主动位于编队的外围，为编队提供火力掩护。Factory Alpha November, this is Hotel Golf Sierra. Roger out. Factory Alpha November, this is Alpha Romeo Kilo. Roger out.当时呢，这个各舰都已经在动起来了。如果说我临时调整两条舰之间，或者是其他舰艇之间的这个正位，啊，势必要造成个别舰艇要大幅度的转向，在距离比较近的时候，很容易形成紧迫局面，发生危险。在这个斯托克戴尔号，他想要调换正位的同时，劳伦斯号也提出自己的质疑了，说我到底应该要站哪一个正位啊？因为编队的正位它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只要一调整就涉及到可能调整的面就不可控。这个时候指挥员就最终定下决心，还是按照我们制定的方案来执行。Sierra Tango Kilo, this is X3 Alpha November. Station starboard. 1-3, answer, that's it. Alpha Romeo Kilo. Tango Alpha 1-2, take 1, take 1-0, over. This is Sierra Tango Kilo, roger out. 我告诉斯托克戴尔，要求他去占领和平方舟号右舷135度，距离五链的正位。这个指令呢是很清晰的，意图表达得很清楚，这样就不会出现误解。但是呢，涉及到劳伦斯号，这里面其实我还是比较犯难的，因为这个菱形队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队形，很难说三言两语把它讲清楚，特别是作为编队后部。劳伦斯号呢，当时是处于编队的后半部左翼。如果是单纯按照这个编队运动的规则，以和平方舟号作为基准，那么就要进行复杂的这个相对方位和这个距离的换算。就算我算出来了，告诉劳伦斯，对他来说执行起来也是有一定困难的，正位也不一定好把握得住。那正好这个时候，长岛号报告他已经到位了，他是处于菱形队前半部分的左翼。正好就是在劳伦斯号预定正位的正前方，那这个时候我就把长岛号作为基准，告诉劳伦斯号，要求他去占领长岛号正后方距离七链的正位，这样呢，这个也能够很清晰的把这个正位的意图传达给他，也能够帮助他这个快速的去占位，准确的执行指挥员的意图。Tango Alpha 1-2 take 1 4 over。This is Whiskey Papa Lima, roger over. X-ray Alpha November, this is Sierra Tango Kil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 professional and safe exercise. Your crews maneuvered magnificently. I congratulate you on a successful exercise. Wa Judy Chong Gong.今天的战术机动训练，不管是从最终的效果来看，还是说从双方的反应来看，我觉得都是很成功的。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小插曲，但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可能就是我们中美两国海军对训练方案或者说组训理念这一块可能存在一些小的差异吧。但是我们既然来参加这种演习，就是为了增进我们彼此之间的了解，减少我们之间的差异。
I personally think that it's great that China is here and a part of RIMPAC. Every country is a valuable participant to RIMPAC. And the better that we know each other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 I think the better we can do our jobs in maintaining security in the maritime environment around the world. It brings together 26 nations from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Europe, Asia, and Oceania. This is what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mmunity does in ensuring that the norms, standards, rules, and laws that have provided the great stability and security, the foundation for prosperity that we all enjoy for the last 70 years.我觉得我们展示出来的对外军来说都是他们觉得很神秘的方面，展现了功夫，还有茶艺，有书法，大家都觉得这些都特别的神奇。I think that RIMPAC is a great venue to avoid those miscalculations, and that is what this is all about. To build relationships and to build trust, which is exactly what we're doing during this exercise.邀请将军过来和我们一块儿跳，当场只有泰森将军是个女性，我们就拽着她往台上走，她就扭扭捏捏就不想上来，说我不行不行 no no no， 但是一上来之后 music 一起，然后就跟着大家一块儿跳，就很嗨，就完全就感觉不到她的那种害羞啊矜持啊，就完全和小姑娘们一块儿跳起来，就融入他们那个氛围里了。到了小苹果的时候，是美宁将军都被拉上去了，一块在那跳小苹果，就整个场面都嗨起来了，根本就 hold 不住啊！我觉得当时那个气氛特别的融洽，感觉我们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就是真真切切了解到了我们，我觉得这种零距离的接触，可能对他们来说印象是比较深刻的。13天的港岸训练，中国海军与参演25国海军在夏威夷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密集进行了相互登舰交流、演练计划协同、体力竞赛以及联合潜水训练。的环太军演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多边联合军演，今年的军演参演国的数量以及总兵力规模更是创下了历届环太之最。在完成了港岸阶段训练之后，参演兵力就转入到海上实际演练，这也是整场军演的重头戏。
26个国家、45艘舰船、5艘潜艇、25000多人，将在夏威夷周边海域以及加州附近模拟一次全过程的多国特困部队维护地区稳定的军事行动。其中，中国海军将与多国海军混编，担负海上拦截任务，将密集进行跟踪监视商船、拦截登临、舰机协同突击以及主炮对海实弹射击等16个科目的演练。严格落实，提供流量5.5，不管地址。2016年7月20号，由中国、美国、法国、印尼4国海军组成的175特困编队，正在瓦胡岛西南约200海里海区执行海上封锁任务。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King Star. I am operating in accordance with UNSCR 9991. Do you have any veterans on board? Over. This is Runway for Skyfall. That's negative. We have no weapons on board. Over.美国海军斯图格戴尔号导弹驱逐舰模拟天幕号商船进入封锁区。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西安舰发现目标后，派出舰载直升机前出巡逻侦察，同时用国际频道喊话咨询。Do you have any animals on board? Over. 判定商船为可疑船之后，决定实施登临检查。临检查部部署，有一舰的人员要下去。由陆战队员和舰员组成的临检小组登上舰载高速小艇。我直升机的任务呢，首先是在登临之前进行空中侦察，小艇出去以后把高度和距离进一步缩小，进行火力支援。因为这个战机稍纵即逝，互相掩护、互相配合，第一时间最有利时机抓住了，这样进行登临，我方的损失会最小。在空中直升机和母舰西安舰的火力支援下，两艘高速小艇战术协同，快速接近可疑商船。在海上封锁与拦截作战中，临检拿捕环节应该是威胁最大，而有可能出现这个意想不到的情况，所以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们是非常有把握也有信心的。不管是危险等级如何升级，我们的队员从前期的训练跟准备来说，他都具备这种能力。临检队员交叉掩护登上模拟商船的斯图格戴尔号，首先登舰的队员在甲板建立警戒，掩护后续队员攀爬。全部队员登临完毕后，临检小组按照控制船员、控制驾驶室、全船搜索的顺序，对模拟商船的美国海军斯图格戴尔号进行检查。这次演习我们登临了美国军舰斯图格戴尔，在前期的训练中我们已经给出了多种的预案，但是在整个行动的时候，美方还是设置了一些障碍，变化了一下演习的条件。首先是行进的通道做了一些改变，第二是在检查舱室的时候关掉了路途上的照明的灯，但是我们对所有的这个环节都做了充分的这个准备。我们的照明设备、应急的荧光棒，然后都起到了这个作用，所以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会给出一个专业的、灵活的处置方案。在训练中，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说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只要我们从基础训练到我们的战术设计都做到了，然后就是我们都可以这个灵活的运用。所以我们队员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你如果没有这个原则，就没有战术。但是战术不灵活，然后我们就会失去很多机会，所以大家都有统一的认识，战术是我们对整个作战环境的一个准确判断，也是对我们整个作战行动的一个精巧的一个设计。
自己人总结过我们的平时的这个生活状态，叫三玩。我们武器种类繁多，功能不一样的，像玩具，你像一个玩具箱一样，有各种各样的玩具。我们的训练像玩火，每一种训练有可能是存在着危险，不管是高空还是这个海底。我们每次执行一个任务的时候是在玩命，有的时候感觉自己这个离危险近的时机还是比较多的。从高空这个几千米跳下的时候，你感觉也就感觉得危险。你一个人带着就是装具潜到几十米这一个水里的时候，那种冰凉或者黑暗，你肯定也感觉很害怕。会倒吗？不会。倒下的是我的身体，站着是我的灵魂。我甚至在当兵之前，一个完整的5公里都没有跑过。从一个普通的人，到一个我们这个专业的精英来说，是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成长历程的。对队员的要求上，我们总体有几个方面：体能、技能、智能跟意志品质。作为一个要深入到更加艰难或者环境更加恶劣的战场环境里面作战的一个这样一个精英队员来说，意志品质是更加重要。意志品质的训练不是靠讲或者是引导就能完成的，需要我们有破茧成蝶的一个过程，要大家付出更多的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记得我曾经参加过一个集训，强调了一句话：这里培训身体和意志品质都能经历残酷战场考验的军人。他首先是剥夺了我们一个人对食物、水、睡眠的最低的要求，让我们去抗争。我记得在基础训练的一个月里面，平均我们一天的睡眠只有2个小时到3个小时，每天提供的食物少得可怜。只要我们没有饿死，或者没有渴死，或者是不能还没有到达睡了再叫不醒的状态，他都必须一直训练。当一个人最基础的需要被剥夺的时候，我感觉是非常痛苦的。然后特别是晚上的时候，我们凌晨3、4点被叫醒，泡在水里的时候，人都有绝望的感觉。在没有吃没有喝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想过放弃，但是作为想着自己的身份，想着这个一个训练结束我们要达到的这个目标来说，就是一点一点坚持。有的时候很想一个月太长了，我们就一天一天坚持。有的时候一天都感觉非常难熬的时候，就一个小时坚持。甚至时候有的时候到天亮的时候，我们还在水里的时候，感觉1个小时都很漫长，就1分钟1分钟的坚持。所以意志品质坚定的人才是能赢得战斗的人。这个我面膜不太会敷。平时敷面膜的时间也比较少，然后有时间敷就尽量多敷一下。上次你们英语竞赛，我就学会了一个单词。哎，你去了吗？去啊，但是好多人答不上来，就不会。我也哦，他们就在想黑色没有什么意思，后来一查才知道，哦，原来是灯火管。对呀，对呀，就是没有黑色。嗯，你正在还嘱咐我要监督你好好导师自己。对，好好导师我自己。对，让我好好监督。那怎么导师呀？让我监督你多敷面膜呀，然后每天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啊，注意形象啊。太难了，我是全舰第一个女舰员。刚开始来的时候，大家看我就像稀有动物一样，我在餐厅吃饭，他们就在远远地看着我，然后久了跟大家混熟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说，刚开始他们就觉得很好奇，怎么出现了一个女干部啦，哎，还长得挺漂亮的啦，怎么吃饭量那么大啦，啊，等等等等。真的，那个时候门口还有人悄悄地送巧克力，虽然我不知道是谁送的。那舰上可不可以谈恋爱呢？就是舰上有男的有女的。可以谈恋爱，但是如果双方确立关系之后，有一方就得调离原单位，就
就双方不能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快点结婚，快点嫁出去。你对叔叔有什么标准吗？没标准，是个男的就可以了。我眼光那么高呢。现在28了，还没有对象。其实船上的见领导都特别担心我的终身大事，就家里面其实也着急，但是我爸妈也知道我现在工作也忙，找对象这方面可能也没有过多的时间。线上就没有合适的吗？不是没有合适的，是我觉得我们关系都挺好，但是还没有到那一层，那没有往那方面想过。我不是说不能吃窝边草吗，兔子？我们这个洗衣机功能很多，比我们原先功能多多了。你看这上面，这就是我们的烘干机，就摸一摸里面的风是热的，过一会儿就热了。通常我们像体能衫这样的放在里面半个小时就已经干透了，然后做驯服的话一个小时就干透了。这还有消毒键，一般都是把消毒键开着。这是专门给女生配发的，像这种消毒灯也是。男生其实也有吧？男生有，但是他没有烘干功能，因为女生的一些内衣、裤、内衣内裤之类的，可能干得比较慢，然后如果放在外面长期干不了会比较脏，所以直接把这衣服烘干了之后，再往里面杀了菌消毒取出来，就直接可以穿了。我觉得现在线上很方便，就是能够想到的一些便利我们生活的一些设备，基本上都给我们安上了。保暖神器，走啦。其实女兵在舰上干的活是和男兵一样的，包括我自己，我感觉越不要把我突，就是这个女性的特征凸显出来越好。我就怕大家把我看作太看作一个女孩子了，可能在各方面就会特别照顾到你。我就觉得，我觉得我不需要他们给我过多的照顾。有说明天什么时候到吗？航海里面算的是。我是一个可以做男人使唤的女人，所以在工作中我就觉得，因为我可以干的，我会尽量去干。比如说补给、搬大米、搬物资，就会都会跟着大家一块儿搬，而且。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因为以前在校队练体育的时候，练力量、压杠铃，那都是100多公斤一压的。我感觉这些现在的这些活对我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难。一度是海军光荣和勇气的象征，从20世纪初的对马海战到一战时期的日德兰海战，再到太平洋战争，舰炮都在海战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便是如今海军进入了导弹和信息化时代，舰炮仍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可以实现对海对岸快速打击，同时还兼具防空能力。而主炮射击是对舰艇的操纵技艺、人员协同作战能力以及装备性能的综合考量。而在这次的环太军演中，就设置了不同战术背景、不同目标条件下的多次主炮实弹射击演练。2016年7月21号，夏威夷瓦胡岛西南演习海区浪高3米，阵风7级，由中国、美国、法国、印尼四国海军组成的175特混编队进行主炮对番茄靶标的实弹射击。美国海军在演习海区布设了一个橘红色的充气漂浮靶，这种靶标直径约5米，外形酷似番茄，因此被称为 Killer Tomato 番茄杀手。受到夏威夷
东北热带低压逐步接近的影响，我们今天主炮对方家坝涉及的海区风速呢已经达到6到7级，浪高有2.5到3米，风和浪的共同作用使方家坝在4到7节之间不规则的运动，瞬间速度在时刻发生变化，同时呢方家坝也在波峰与波谷之间做出不规则的翻滚，给我们主炮射击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在我们之前呢，法国和印尼两艘军舰已经对该目标进行了射击，但是方家坝依然完好。之后进行主炮实弹射击的是中国海军衡水舰和西安舰。衡水舰76毫米主炮锁定目标，发射16发炮弹，弹着密集覆盖靶标，方家坝漏气开始变小。紧接着由西安舰登场，西安舰装备单100毫米主炮，此时4.5海里，也就是约8公里外的方家坝已逐渐变小，而海上风大浪高，舰艇摇摆明显，方家坝在风浪中时隐时现，不规则翻滚，更增加了射击难度。为了精确命中目标，我们在接近过程中，一方面呢，通过多种手段来测算出目标的平均速度，另一方面，这个通过仔细观察，摸清了目标在波浪中上下起伏的规律。跟着做好，连接火炮，紧急射击，校定瞄点，校定瞄点，瞄点正确。当方家坝进入射界后，我们首先根据目标的运动情况，通过人工方式稳定瞄准点，同时我们通过观察运动情况专定近视速度，在目标向波峰运动的过程中果断试射2发。到，2发试射后迅速精确测定了弹着偏差，进行射击修正，在目标下一个规律出现时果断转入效率射，连射8发，将方家坝彻底摧毁。The Xi'an was an incredibly professional ship. Looks like they killed the target pretty well. I'm always impressed with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he PLA Navy sailors. They are incredible people, and I love working with them. I find that we have so much in common. You know, continuing to deepen the relationship of all the countries here, this feels different, more progressive than 2014. We're more comfortable, and so we can do a lot more things and a lot more efficiently. So it's been really kind of exciting to watch that relationship grow. Station, 2016年7月29号，夏威夷考爱岛西北海区，全球先进主力战舰云集，环太军演开始大编队航拍。中国海军5艘主力舰船，美国海军斯坦尼斯号核动力航母，美国号、圣迭戈号2栖攻击舰，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韩国世宗大王驱逐舰等36艘水面舰艇、4艘潜艇，呈7路纵队、6路横队，分9个阶段逐步调整队形，缩小间距，最后组成各舰船间横距、纵距仅为2.5列，也就是约450米的多国舰船大编队航拍队形。每2年一次的环太军演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多边联合军演，今年的军演参演国数量和总兵力规模都创下历届环太之最。26国参演兵力编为航母打击、远征作战、反潜作战、海上拦截行动等9个特混编队，以能力适应伙伴为主题，在夏威夷周边海域及加州附近区域模拟了一次全过程的多国特混部队维护地区稳定的军事行动，多兵种、多样式、逐步推进的作战行动持续近1个月。而再度参演的中国海军兵力规模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
中国海军五艘先进舰船在远离中国近海约800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与多国海军混合编组密切协同，密集完成了主炮对海实弹射击、舰机协同突击、拦截登陵、航行补给等16个科目的演练。其中首次参演的综合远潜救生船长岛船调放深潜救生艇，与美方提供的水下模拟平台实现精准对接。I think people have demonstrated capability, have enhanced their capability, have proved themselves to be very adaptive through the phasing of the exercise. And then the partners, just like I said at the beginning,It's all about our working together and getting to be better partners, understanding our partners around the globe better, and understanding how we work together in different scenarios. 加强对海对空观察，对，好，拦截导弹2批，包舰总3000公里，好，总3000批，好。中国海军153舰艇编队完成环太军演任务，2016年8月6号离开夏威夷向西北航渡，经罗盘海峡、宗谷海峡进入日本海，途中立即进行综合攻防操演以及无预案的红蓝实兵对抗演练。做好对线防御准备，上大船主动发射机动，上大船主动发射机动，快动八两，距离10公里，让敌进。48米，248公里，因为我们并不好战，但是我们并不畏惧战争。从我一个军官的角度来说，不以带兵打仗为目的的参军都是不务正业。一旦这个时候就真的要打仗，到了这个打仗的地步了，我觉得我会第一个站出来，我想参加这个战争，因为我觉得我选择来一线作战部队就是为了上前线的，而且上前线就是为了能够在最需要我的时候来发挥我的作用。拿命嘛，就是为打仗保家卫国。我说老爹，打仗怎么办？打仗就打仗呗，当兵就是为打仗。我说死了怎么办？我爸说你死了就是英雄。你非必能死，你活了还是个英雄。所以说，用我爸说的这两句话吧，也是一直让我有这个信念，坚持到了干了去。现在干了16年。你们在环太军演中组织有力、协同有序、表现出色，扩大了中国海军的战略影响。完成任务后，随即执行远海训练等任务，展示了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希望你们始终保持强烈的责任担当，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强海军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